经完成了。好棒！啊，好棒！养成你会担心他读书的时候，你家里多远？很近呢、欸，国小很近，就是。不是，我是说他回去就要读书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有一个姐姐会照顾他。对，那个就在我们山下，开车大概十二分钟。开车十二分钟啊！第一二天大概要再差一次啊，再差一次要不要？快阿公完了，他那个好像你送完就一定要走了。送完一定要走，要出来啊。对，他其实他们说待在那里反而不好，就是说你自己放心，然后小。